我把兄弟们活谁还？王班长，王班长，你干啥？王班长，王班长，他们已经投降了，你不能打俘虏。董德瑞，咱俩的账，我活谁再给你算。让开！董德瑞，王班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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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冷静点，我不能看着你犯错误不管。给我闪开！ 五班兄弟的命，全都丢在这个暗堡上。这事儿我跟你没完。哎呀！ 六班长啊，可把你们给盼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六班长呀，都吃，就等你们搬了。哎，赶紧歇着歇着，马上给你们上饭。哎，六班回来了，马子王二上饭。来来，称呼上肉，称呼上肉。哎，班长，五班咋还没回来呢？这六班已经到了，五班也就快了。我估摸着海山他们这会儿早已饿得前心贴后背了，咱们就快点。 刚出锅的红烧肉，赶紧着啊！趁热吃，这肉啊是专门给咱打工尖的两个班做的，都别客气啊！趁热吃，趁热吃啊！这是给咱们这个班的五班那份啊，我留着呢。海山呐，我跟连长调查过了，你们班战士第四次冲锋的时候，六班的邹二狗和朱三亮也冲上去了。 但是关键时刻炸药包出问题了。炸药包出问题？这炸药包能出什么问题？海山，你也知道，那种碉堡咱们谁都没见过。他们运上去之后才发现火力不够猛，所以那他们为什么不做检查？为什么提前不准备好？他炸药包出问题，凭什么打中五班兄弟的命？王海山，等你情绪稳定了。 咱们俩再聊，回去，走啊！ 还有件事，你殴打俘虏的事情，上级已经开始调查了，处理件下来的时候会通知你的。 今儿个，咱部队打了个大胜仗啊！那你们在座的，那个个就是功臣呐！我们炊事班呐，就做了点红烧肉，犒劳犒劳大家伙。哎，孙二狗啊，我知你小子平时最护食，今儿个，我非把这肉啊亲自送到你嘴里，省得你挑我的不是。领导别这么客气，我自己吃。 都赶紧动着呀！海山，海山！ 出发的时候，哥几个都是饿着肚子走的，这一天仗打下来，谁米没沾眼呀？听听，听听他们这肚子饿的，咕噜咕噜直叫。 老黄，多加两块小炖肉。
你们俩这臭小子，早惦记这口，班长给你们记着呢。看你们俩这馋样。 饿一天了，尝尝面，要多香有多香。行，早就惦记这口了，不是吗？ 班长，对不住你，没让你们填饱肚子上战场。班长没本事，没能把你们活着带回来。班长给你们赔不是了。 上去了，也点着了导火索，大包也炸了。可是你被导火，你知道吗？就差那么一米，你知道全连俘虏多大的代价？我告诉你们，战场上就是你死我亡的地方。如果你们不把敌人给消灭掉，那就是给敌人壮了更大的胆，后果会更严重。 赵二狗，你给我记住，死最怕担娘大的人，你要永远给我记在你的肚子里。班长，我知道错了。村瑞啊，家丑不可外扬。这个事儿呢，在咱们班里内部消化消化就得了。对呀，班长，大光同志说的对。 我倒不是怕五班长
找我麻烦，关键是，我怕六班同志跟着受牵连呢。班长，五班班长已经向连部做出了汇报，而且连长和指导员也找我们调查了这件事。我当时怕说出来对咱们班不利，所以就。宗二狗，跟我去趟五班。宗二狗，你今天怕死，明天怕死，你还真想活成个千千王八呀你！王班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对不住五班的弟兄们，要打要骂，要杀要剐，哎，你随便吧。他你我吧，脏了我的手，滚！董子睿，还记着我把六班交给你的时候，说过什么话吗？当然记得。你跟我说过，要让我把六班带动全连的尖刀班，绝不能给咱老六班丢脸。吴班长，这次的失误都怪我，我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地带交给周二狗。他在关键时刻没有到位，炸掉那个侧方暗堡，造成了五班的惨重伤亡。这都是我的责任，是我对不住五班的兄弟们。要怪就怪我吧。董主任，我怪不怪你不重要，你得问问五班牺牲的兄弟怪不怪你。你在六班带出这样的怂兵，你得问问从六班出来的连长怪不怪你。山，是我，开门吧。既然你不开门，行，我就在这等你啊。啥时候想通了，就把门打开。老王特意为你做的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啥时候咱都不能亏了他。赶紧吃点。五班的战士是都牺牲了，可是五班还在，你王海山还在。从你参加部队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。看看你现在这个德行，别说是我了，就连死去的那些战士们都不愿意看到你这副样子。
如果你认为这样很好，想继续下去的话，好，马上卷铺盖滚蛋。如果你想为他们报仇，立即振奋起来。我希望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重建一个战无不胜、生龙活虎的王海山的五班。如果你想为他们报仇，立即振奋起来。希望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重建一个战无不胜、生龙活虎的王海山的五班。希望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重建一个战无不胜、生龙活虎的王海山的五班。五班的兄弟们，我们六班全体都过来看你们了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过来送送你们。这次云顶峰之战是我们六班没有配合好你们，我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。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很疼痛。朋友们，我董存瑞在你们面前庄严宣誓，我宣誓英雄们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，我宣誓在今后的战斗中一定会继承你们的意志，奋勇杀敌，英勇奋战，绝不给人民解放军丢脸。三亮，这个钟是咱指导员说的那个熊钟吗？是的。青龙口以起脚之势北接开平，上北路乃上古之咽喉，临京之右臂，独出塞外，三面受敌，余九边中犹称冲要。洪武皇帝陛下御批注雌雄两钟，雄钟欲镇守边关，词中语起伏设计。三亮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口钟啊，是朱元璋皇帝所铸，当地的老百姓都把它当神灵一样供奉着。呵，
这么灵，那我就替大伙儿许个愿吧，早日打倒蒋匪军反动派，早日解放全中国，让百姓们早些过上好日子。坐坐坐坐，我给你打听。是镇彪这小子挺有能耐呀，把王海山哄得团团转。班长，我班长，来来来，吃了赶快吃了吧。那个，我先过去了啊。镇彪，就在这吃吧。不好吧？你在这吃，还怕你班长不高兴啊？啊，不是不是。班长，那个我不能吃你的口粮啊。什么你的我的，坐下。吃。吃。哎，看。王海山还正在笑呢你。这才是得王海山吗？哎，老赵啊，这五班的人员问题再不解决，王海山该上房揭瓦了。你说，他现在孤家寡人一个，真要打起仗来，你让他干啥去啊？啊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儿，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啊。神神秘秘的干啥？说。王海山啊，打算把刘玉林还有智振彪补充到五班去。那你咋说的？我哪好意思拒绝他呀，毕竟云顶峰一战他五班就剩一个人了。答应了？我倒也没有答应他，刚才我跟他说呀，让他私自底下跟这两位战士先聊聊，看看人家的意见。那也不行啊，这没答应也就算了，要人家答应了呢，到时候董存瑞的工作咋做？咱做事情得讲道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嗯，这不是派给咱的预备兵员都到了吗？我这两天观察了一下，有那么几个吧，还真是挺不错的。让王海山直接挑人，连里边再下个死命令，这次新兵分配谁也不能跟五班争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有意见。嗯，好主意。这样一来，王海山也省着打他们俩主意了。行，我明儿就跟他说去。嗯啊。五班啊，过几天就会来新兵了。这王海山现在心情比以前好多了。我看也是。四虎子，以后你们再打仗千万要小心。那天我看到五班的战士一个一个都没了，心里头不好受。嗯，四虎子，你就放心，海山兄弟那边我会照顾好的。倒是你跟秀儿啊。我和秀儿？我们俩咋了？你们俩咋了？你们俩以后就明白了。哎，嫂子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四虎子，秀儿，送送去。哎，送送。不用了，这熟门熟道了。你，这还是我那件衣服吗？啊？
顺治，你这意思明明就是在埋怨班长吗？顺治，我看啊，咱们班长就是心疼武班长，怕他一个人待着闷，胡思乱想。就是，那让智振彪有空多去武班陪陪王海山，这做法有错吗？太错了。我早就跟董存瑞说过，别让智振彪有事没事往武班跑。咋样？你看看吧，马上熄灯了还不回来，这让我老孙找他去？我看智振彪啊，想去武班，是王八吃剩多铁了心了。咱们几个呀，得琢磨琢磨，想个办法把他留住。是啊，这智振彪，算起来。也是咱六班老人了，这几年在战场上已经形成了默契。关键的时候啊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就能大伙互相明白。智振彪要是去了五班，对咱六班的整体战斗力肯定会有影响的。孙志，我看你这回的这些小道消息啊，有点那个什么，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智振彪无非就是帮王海山打打饭，补补裤子，那裤子还是我补了呢，多大点事儿啊，怎么在你嘴里就变味儿了呢？小样啊，咋的，信不过我孙子是吧？行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起来，烫烫脚，烫烫脚在这。牛棒子，快起来！班长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说。那个，武班长最近心情不好，半夜总睡不着觉。他想今天晚上让我过去陪他聊聊。我跟你说一声。看行吗？现在就剩下武班长一个人了，他心里肯定不好受。行，你去吧，过去给他好好说说话。我就去住一宿，拿被干啥呀？看见了吗？连被都拿走了，打算常住了。还真的走了？别说了，赶快洗洗睡觉。哎呦，扎死我了！你别在上边缝东西行不行？我不在这缝，我在哪缝啊？那我管不着，这别吵了，睡觉。其实王海山也找我谈过。老刘啊，这么大个事儿你咋才吭声呢？我是怕哪句话说不对又影响两个班的团结。我现在看见王海山也挺可怜的，可是我就是不愿意离开六班，就是觉得六班吧越来越像个家了。你反正我也说不清楚。老刘说话实在，说的咱大伙心里都暖和和的。可智振彪他怎么就……刘玉林，照我说你这嘴啊，他一点也不笨。我就是咋想咋说。哎，这样吧啊，从现在开始，由我孙志领导，掀起一场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、挽留智振彪同志的运动。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。只要把他留下，那就是大功一件。还有，这事儿啊，不能让董存瑞知道。对啊，对，孙志说的对啊。那四虎子现在啥事儿都觉着亏欠的王海山的，这事儿不能让他知道。
哎，那个三亮啊，这生活上洗衣服、缝被子的，那你就包了啊。一定要让至真彪同志感觉到家一般的温暖。放心吧，孙志。哎，牛胖子，你的任务是围追堵截。啥意思？围追堵截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切断王海山和至真彪之间的一切往来。啊，孙志，我这事你还换个别人干吧，我干不了。这事儿不难呢。他俩现在好的就差穿一条裤衩了，我咋给人家俩掰开呀？行，那这样，我教你几招36计里的离间大法啊，你就会了。老刘，你琢磨着你干点啥？我打算找至真彪谈谈，好好唠唠。唠唠，唠唠倒是行啊，可你这人吧，你嘴太笨，你说话也说不到点儿上。孙志，我知道你那意思，那就是眼瞅着一针扎下去，那血咕咕冒出来，对不对？是这意思。那这样吧，那个三亮啊，回头咱俩呢，给他写篇稿，你呢回去背背，啊。彪子，我想跟你聊聊，你有空没？雨林大哥，你可从来不主动和别人说话，今天这咋的了？和他们可以不说，但是跟你不一样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得跟你唠唠。彪子，你不知道，我一直没好意思跟你说，其实。其实自从你到了咱们班的那天起，我就把你当成自家兄弟了，真的。只是我这个人不爱说话，也不爱闲聊的。生在生。